刚刚啊，老板说寻龙鱼啊很温驯，很好抱。我看老板这个抱的也挺乖的，为何我就是抱不起来呢？可能寻龙鱼骨子里还是挺叛逆的吧。好，我们刚是讲鸭嘴鲟嘛，对不对？在台湾很难吃得到，因为很少人养。这个我们这边大概剩下1000尾，目前是被卖，目前不会上桌的。这个是宫保寻龙鱼，宫保寻龙鱼，寻龙鱼把它做成宫保。来，你们的菜色也是哦，不同菜色是这边。因为宫保鸡丁它比较长，寻龙鱼比较 Q。超龙，尝尝。好，我是教练吗？我怎么觉得你稍微对你特别好？他有点冰心波的感觉。是啊，是啊。喜欢詹姆士出走料理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